人生的历程咧，同普通人唔同。我自己嚟讲咧，冇童年。我十岁我就逢个战乱啦，走嚟走去，初初为咗生活，以后就为咗事业，就系咁不停工作。我自己一生认为啊，自己后生嘅时候所冇嘅嘢，譬如啊失学啊，譬如对于医疗贫病嗰啲咧，如果能够做多啲嘢咧，喺嘅时候精神仲可以应付得到嚟嘅时候咧，就即系想好好地利用一下。When my boys was young, we have been load the boat. Oh, yeah. Here, yeah. The canoe is 十几二十年，当我两个细佬哥都系细嘅时候，我都系同佢哋喺个湖当时嚟到啊夏天喺度爬啲独木舟啊咩咁样。我哋嗰阵时喺度爬，一样咁嘅山，一样咁嘅环境。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样呢个山，但系人咧就唔同咗。如果你谂到人生都系短短过一程，自己都希望喺呢个世上能够做得到嘢时间，尽量做啲咩可以喺呢个世上留落好嘅种子，都系值得。在忙忙碌碌的事业以外，李嘉诚追求的是他宁静的内心世界。五七年、五八年了，初初赚到多一点钱的时候，那一年是很快乐。咁系咪真系人生呢？有钱就系人生快乐呢？同时已经开始有个迷茫，有个感觉都唔系话一定嘅。咁啊，后屘谂嚟谂去谂通咗，事业应该赚多钱，有机会嘅时候你使钱，咁你依一生呢，赚钱亦都有意义。唔好赚，系啦。哎得啦，嗱你睇嚟呢度睇睇，嗱呢个就系你嗰个眼里边嘅内皮细胞啦。咁我哋咧要数一数系你实际上够唔够？咁而家啲先进仪以前系用人手数嘅，而家咧我哋落咗啲位咧，佢个机就会攞啲计出嚟。咁呢一张咧就多谢，你多谢。呢啲都系好先进仪器，都系多谢你嘅赞助。多谢，呢个抵。五月份、六月份，李嘉诚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北京大学同剑桥大学，为自己出钱捐助嘅建筑物同设备主持揭幕。短短两个月，佢分别喺三处地方捐咗2亿港元喺教育同医疗用途。金钱嘅价值对佢嚟讲，就系要用得其所。咁嗰日朝早咧揸咗车咧锁匙嘅时候咧就跌咗一个区喺两蚊咧，佢啱啱咧停喺大个碌到嘅大个嘅车碌个下低，咁个个车只要碌一碌咧就有条坑渠咧，个两蚊实冇噶啦。咁我咧就踎落去咧就试下嚟执啦，冇谓细噶。咁一个印度人嘅空间。你见到我，佢起身你做咩？我话跌咗个区，佢帮我手，执咗2蚊出嚟咧，我就2蚊自己攞起，我就揞100蚊俾佢。咁呢个故事嘅原因就点咧？我2蚊咧，如果我唔理佢，一等车碌一碌就落个坑渠，呢2蚊就喺个世上冇咗噶啦。但系唔在呢2蚊攞翻嚟，嗰100蚊我俾佢唔会冇咗噶嘛。佢一樣可以用得，總之錢咧可以使，但係唔可以浪費。我覺得爸爸佢好識用錢，佢好識用錢嘅意思就係佢知道佢生命之中
哪些東西對他是重要的，是他覺得如果他可以在他一生人之中幫到一些沒那麼幸運的人，無論在醫療啊、教育方面的東西都好，他覺得那樣東西他做了令他更加感覺上更加富有的。他有老實問過你是不是有沒有黑字，剛才我通常我們禮拜一夜晚呢一定要睡在一起吃飯，如果不是在這裡就是在外婆那裡，那每個禮拜如果是大家都講明是星期一，那就有些時間可以容易預計到了。你今天經常說他蝦滋滋的，我就叫他不要蝦，剛才我問他，你沒有蝦滋滋啊？我想過少少啦，不是說少少少少啦，你不要鼓勵他，沒有鼓勵他，鬧他的。是之前呢就夠他做人佔飯的99啦，現在有時聽個生意都會有的，心運一講生意啦，心運二依然夠他做人的。如果想過著一種富豪啲嘅生活咧，1960年我已經絕對有呢個資格嚇。但你信唔信喺哥哥嘅兒出世嘅時候咧，阿威塔64年出世嚇。Thank you, thank you。我咧帶佢哋去嗰啲木屋區。帶他們坐電車巴士，當時我已經自己車司機了，帶他去船那裡是最聰明的做法，每個禮拜日不行，你游水游得幾多游上來的時候你依然要聽我講嘢，我帶埋書的，那書呢他就到今天我都未必認為他看得懂，文言的即係比較有啲好多典實咁嘢，未必佢講嘅。但我解佢聽，然之後問通佢。而嗰啲咧係中國人，我認為最寶貴嘅嗰啲經驗同埋做人嘅宗旨。同埋每一個禮拜呢樣嘢咧，每一個禮拜食同一樣嘅糖水，4年約五年，每一個禮拜係同一樣，同一樣一模一樣。嘅糖水唔係啩？係啊係啊，所以啲糖水而家唔係食翻佢，點都唔會，我一定唔肯食翻佢呢度。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嘅係，可能人哋估計唔到咧，真係生活係幾咁簡單，而幾咁簡單唔係話咁就好苦，我覺得幾咁簡單咧係幾咁幸福。就是我們那些即家族的背書，但我跟他改名的時候呢，我都是希望他們做到巨大和替我給人。以前有件不義的公司都很小，朋友呢送一個玩具很大個，即是很大的，很名貴，一架坦克，啲林仔咁中意瞓嘅，有一日禮拜日朝早，我哋要去船咧，喺佢咧喺度揾花紙，喺度慢慢黏嚟包嗰個盒嘢喎，心奇怪，嗰個人咧唔係話肯咁坐定定仔仔細細咁嚟，哇！呢次你做乜嘢？呢個唔俾你揾嘅喎，我唔係揾啊！我今天拿去給船上有個伙計，即是我又請他，不是那個船長，是那個助手，我怎麼給他伙計，他說呢有一天上個禮拜他跟我說，他說 Richard 你又好啊，你爸爸又錫你，你自己呢家裡又有錢，所以你很多玩具，但我就沒有錢買給我我啲細路哥啊，好似就嚟生日啊咩咁樣。咁佢講呢個故事咧，我粒聲唔出，我淨係話念念得好好地。雖然我冇鼓勵佢一定咁做，但係爸爸根本個心咧，好中意個仔行緊呢條路。
李嘉诚衡量金钱的价值有自己的哲学，对事业他亦有自己紧守的一套。有些生意你多多钱给我赚我都不要，人要用金钱之外的思想，保留少少那个自己值得自傲的一点在你的内心里面，人呢就生得更加有意义。1978年咧，系我解放后第一次嚟东莞。喺长城，当时系好多人好高兴走嚟走去，我自己咧沉沉默默，我对住长城外边喺度望。1949年嘅时候，我21岁，我都几兴奋。呢个感觉咧，全个中国咧系借嚟一个新嘅希望。然之后咧，好多其他嘅变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哇！我哋嘅国家咧搞到咁乱，都唔系我哋可以接受到嗰种生活的风式。之后四人工倒台，有这个开放的政策，一路是向好的。1978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参加国庆，又有烟花，又有晚会，当时好兴奋，好激动。但我兴奋激动之中咧，我只系谂咗，我能够为国家做到咩嘢？离乡30年，李嘉诚喺1978年第一次翻中国，第二年再踏足家乡潮州。7、8岁嘅时候，有一晚好冻，半夜醒上嚟，睇见我爸爸一丝不苟咁样喺度改变，我并冇叫佢，但个心咧留落好深好深嘅印象，即系中国人嘅中国学校嗰啲老师喺个时代嗰阵时，同埋知识分子，实在咧好多时候。真系呢，付出嘅就好多，收入嘅就好少。有一日礼拜六下昼，就兴趣勃勃就走去问我爸爸：爸爸，你睇下。英文都唔係好能學啊！就話嗱，我俾本書你啊，我嘅念俾你聽。念咗之後咧，我即係我感覺佢個表情點樣講，係有啲即係好傷感。你話爸爸好傷感，其實佢係佢只係知道咧，個仔中意讀書。但是当时的环境是不开放，因为我们一家人，我看到上一代挺很注重教育的，很注重，
即係甚至你話我都受我爸爸嗰啲人嘅影響。當我打緊工嘅時候，我細佬妹嗰啲家庭報告咧，公事要俾我睇嘅，喺潮州度要落嘢翻嚟香港俾我睇。對父親嘅懷念，對教育嘅重視，令到李嘉誠喺1981年決定將百幾年嚟一直停留紙上談兵階段嘅汕頭大學付諸行動。他認為國家興盛，人才為本。整個國家嚟講，我認為係教育係最緊要。如果你冇好嘅教育，你咩儀器咩計劃都會受阻，人才係最緊要。好似美國今日佢個個經濟增長啊，佢得益喺邊度？新嘅發明過度佔80%。東南亞一般嚟講就係投入多啲資金啦，買多啲 equipment 啦，就多啲勞動力啊，集中喺嗰度做。咁嘅增長咧，你一定要一日飽和。所以整個國家咧，教育係最緊要。可能我又賴起自己過去年紀輕嘅時候，失學嗰種辛苦，所以對嗰個教育係睇得唔錯。從1981年國家批准成立到今日為止，李嘉誠投入咗超過12億港元資助呢所大學發展。前面的講這個洪寨化啊，都已經大學每年經費1億2000萬人民幣，30%由廣東省政府撥款，70%由佢支付。我哋就覺得哇，成個大校園係咪佢俾錢起嘅？咁最少行到有個唔係叫李嘉誠大學，佢有禮堂好中心啊，係嘛？叫李嘉誠好應該，得唔得？唔得，唔準。咁我就有呢個 idea 啦。我而家暫時叫美名堂。請到有一日佢肯俾我哋嘅劑嘅名上嘅時候咧，我咪問就叫嘉誠堂咯咁。咁我哋同阿李嘉誠講，係啦，我哋叫李明堂好唔好啊？我就唔知道阿李嘉誠點樣知道呢個故事，呢個橋啊？係李明堂都唔準叫，只可以叫大禮堂。咁啊，到今日為止，仍然係大禮堂。我们现在面对有什么困难的问题？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如何尽快的争取到我们的博士点，一定要让我们的学校上个层次。因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要引进博士导师的时候，他们就有顾虑了，因为到我们这儿地方来就没有博士生可带了。这个点卡是在哪一个人手上？这里国家学委，国家学委员会。如果按他的规矩的话，我们要发现很多博士，我们才最先应该完成复印，就应该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去申请。那就没道理。我们新办的学校嘛，这一条一定觉得没有道理了，没有变的。他这个没有道理。就是今天晚上在午饭之前，我还以为说就是大家，如果我们有个突破的线路，那么重点大学就容易批准给我们。对，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一定。李嘉诚开办汕头大学的目标是希望这所大学能够成为国家的重点大学，但是17年来面对国家制度一个又一个的关卡，大学发展并未如他所愿。每次到汕大，他都几乎遇到新的难题有待解决。跟大学可以做得好好，根本自己要实至名归，但你行个真的实至名归，老老实实咁上去，咁几时佢先攞到批准？好多时候有个制度咧，你都唔能够随心所欲，你都要有耐性，要慢慢去解释，先希望做得好。但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博士点啊，那么我们怎么去请好的人才来？
校长就希望我什么姓，我签个名什么，平常我就不讲出来。那今天呢，就不写在记录啊。我今天忍不住，我讲出来。在为了上大签名签信上北京，都不知道几多次。但我个人来讲，所有我公司内部的业务，有的是现物是280亿的，叫我签一个名我都不肯。我说搞得通就好，搞不通就不做吧。叫我签名我不签，因为哪一个是赚钱？这个博士领的问题，就希望卢省长，你现在戴了两个帽子，更加有加倍啊，对不起啊。那么啊，院长你也啊，大家尽力去看看怎么样。若不然的话，你再花多一点金钱，你再造几个老会计来搞啊，路途远啊，四合之亲啊，人寿几何，是吗？潮汕人口1000万，到1981年，这个地区先至有自己的一所大学。大学成立2年，再设立医学院。做医生是李嘉诚的童年梦想，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自己可以帮到贫病的人。汕头大学医学院终于令他愿望成真。我同你讲件嘢，你唔信嘅？呢度都有证人，钟太平先生喺度啊！啊，你知唔知啊？1967年嘅时候，嗱，佢证明，因为我本来唔记得去北京大学嘅，佢讲出嚟。1967年嘅时候，香港咪暴动咯，文化大革命，我就揾着佢，因为钟生系由国内派出去嘅。我话我想捐间医院喺汕头，我系知道呢度嘅医疗嘅情况好差。咁啊，当时同佢讲咗，我同佢讲，我话张支票呢签咗银码，写咗名，俾边个我都唔写。我话世界如果你唔讲咧，就冇人知嘅，因为我私人支票。咁啊，后屘佢做唔到啊，即系个心理就系咁样，即系知道咧，你做医疗嘅嘢系对自己嘅国家、对自己嘅民族有利嘅，政权系另外一件事嘅。附属第一医院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配备各种先进设备，很多都是经李嘉诚亲自挑选，从香港订购再送来汕头这里。正当附一院最近被中国卫生部评定为国内100间最好医院的同时，李嘉诚的职员正密锣紧鼓监督第二附属医院的最后施工，8月份启用。起埋依间之后呢，就道理唔应该增加病床啦。依家已经有1700张病床，都对社会有一个好好嘅交代啦。如果生意经来讲呢，80年代去投资内地，当时的条件更加容易一点，你可以回报到今日来讲应该好好多。为什么当时我不去投资，就是怕这个被人讲一句话，李嘉诚出资来木蛇，不值得的。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外来投资伙伴。李嘉诚旗下经营的业务广泛，自然成为内地省市的招商对象。主要15大召开之后，像你刚才说的，你就对国有资产这一块到底怎么说？那么现在政策已经很明确了，我在沈阳已经开了一个会，把192户企业就给卖出去。我希望呢，就是和我们香港长江实业能够在国有企业这个合作上面能够有所突破，这是中国的一个经典性的问题。就是好，因为我们对于到内地投资，
李嘉诚一直有保留，所以他宁愿去欧美国家发展都不选择中国，一直到1992年。几千年了，我们几千年了，十几年了，确实好了。邓小平老先生呢，当时他明确的态度我看得很清楚了，我自己认为呢，国家真的朝着全面开放，希望人家投资的，那就要当时呢一路不停投资。长江集团目前是在国内投资最多的香港公司，投资额已经超过600亿港元，项目以基建为主。虽然是这样，李嘉诚在国内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最近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对中国投资政策有什么期望，李嘉诚毫不犹豫地说，法律要更加明确。性质当然是也有性质了，不能够乱来了，但是有一个明确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么这样了，令到海外投资的人更加容易触摸，容易找到。以国家来讲，中国和外面签约呢是很守合约的国家，在国际名义是很好的，但地方政府呢有时他可能呢不明白，有时即系马虎一啲。咁如果更能够嗰个法令啊更加清晰啲咧，清楚啲，对整个吸引外资嘅投资咧，呢个好紧要。所以个制度更加改善善佢系好紧要，因为我觉得。多年在中国投资，即系之后嘅经验，令你有感而发嘅。我哋已经算好啊，我哋已经算咗好满意噶啦。如果你比及有啲人咧，嗰个误会啊，大家争执啊，我哋算得好好嘅。可以讲我哋主要嘅系东方广场嘅唔同意见嘅，其他有。好多項目我哋都好順利，你可以講我哋80%嘅業務咧喺國內咧係進行得好好，係有20%咧，用東安廣場嘅10%啊十零，咁再有幾個 percent 係有啲唔同嘅爭執。李嘉誠口中所講喺內地投資當中。最棘手、最反覆的东方广场，是他在国内投资最大的房地产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50亿港元。这个地盘坐落首都北京最繁盛的东长安街和王府井交界，毗邻天安门广场，面积相当于2.5太古广场。最初的投资啊，在一个最好的地段，最好的设计，起一个。全世界一流最大体积的建筑物，而里面包罗万有。初初这个意见一提出来，就有些政府官员呢就很赞成的，有些呢就有不同意见的。我最初以为呢是可以呢很顺利，因为这个对北京市也好，对那个在个中国的建筑物历史之中，亦都值得骄傲的事啊！啊，李生过嚟呢边，喺前面嗰个角度会好啲。最初嘅时候，1997年7月1日建成呢个全世界最大嘅建筑物，即系当时嘅时候要用最快嘅速度嚟到做。而家咧，成个工地咧，6月底咧就会起到地面成，明年嘅3月咧。就全部的結構咧就可以封頂，3月封頂，咁啊結構咁啊仲有半年做佢中國規模啊、外圍啊各方面。東方廣場喺1993年經北京市政府拍板，1994年動工，開工3個月之後，就因為審批手續出現問題，以及建築物設計受到非議而被迫停工。
结果原来计划在97年7月1号完工的这项工程，直至拖延到97年8月才全面复工。第一个盲选呢，就认为这个建筑物呢变做全个首都全个北京城是最大的一个建筑物，太大了。有些呢就说个高度不可以太高，又有一个问题了，卒之是接触。第一个改变呢就是体积是减少了 30%。第二个改变呢就变成从一座变成11座大厦啦。第三个改变呢就是股权啦。因为国内的很多机构都想来到做合作的。好想做侵入这个地方投资。原来中空都是合作伙伴来的。现在他们都老早是占了是10%的。咁现在变到40%，啊，而我哋自己啊长工和记啊占52%，另外一个公司呢，香港嘅公司呢就占8%啦。多谢香港打电话，可以的，谢谢。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五月初亲临东方广场地盘参观工程进度，之后在上任市委书记陈希同任内开展的投资项目，曾经因为陈希同事件而引起抑卡，受到中外注视。今日万多个工人在地盘日夜赶工，东方广场仲被北京市政府指定为庆祝建国50周年其中一项献礼工程。这项投资几经波折，令李嘉诚更加了解中国。我不会说因为东方广场一件事而对中国投资的兴趣啊、信心啊、快乐，不会的。多些了解多些理解是有的。来北京这里，你既然在个政治文化呢，你那个商业经济呢，你就要放在第三位的。所以看中国呢不能够怎睇一边，所以呢方面呢，虽然我碰到有啲即係感觉呢係好似好多唔同嘅麻烦，但係都係呢了解同埋理解。李嘉诚以了解和理解的态度看待自己在内地投资遇到的问题，但是对于自己在中国实践的理想，汕头大学他就从不妥协，一直努力推动汕大成为重点大学。我总会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成为重点大学所以啊，可能你们没有毕业之前已经成为重点大学。过去大半年来，为了突破国家对大学申请成为博士点的规定，他四出奔跑，向有关部门说行。有，我要很小心说我是有。而呢结果呢是拿到同情分。如果同情分呢，然之后呢我先说，然之后他有五个校长来审你有没有资格，这个全部好说的啦，有没有资格申请先。我答复是有资格好事。咁就好啦，另外一批专家就来啦。然之后来睇你够唔够资格收博士生。这个现在已经做咗啦。现在睇大三部啦，由专家呢就不记名嘅投票。六月初，国家学位委员会公布结果，汕头大学四个博士点申请科目之中，病理学系顺利过关，另外再有八个学系获准成为硕士点。这个跟做生意永不灰心，做生意的认为不高兴的和没钱的就过了他，但我不会的。有朋友甚至我同事
有时同我讲，佢话李生过去曾经有中间一段时间，全个大学系你最急嘅，你落嘅时间系个心热同埋你咁焦急嘅。咁我鼓励佢，我讲过一句咩说法？我话你听日成个大学炸停咗，冇咗啦，一个意外嘅炸停晒，我重新都会建立出嚟。啊！依啲楼咧已经系卖咗俾人啦，一二三四几座都合埋系。李嘉诚从十二岁投身社会工作，二十二岁创业，到今日佢已经工作咗五十八年。中国喺过去呢几百年，空气之后咧，一路一路咧，根本个国家系一路弱落去。个原因咧？就对个工商两个字呢依然唔睇重。好多时候呢企业家有好嘅创意，有好多好嘅经营方法，令到个国家财富呢係日日增加。对国家嘅贡献绝对唔少于士农工嗰边啊司马迁。我记得佢一篇呢货殖民。因为货直转，应该货直转。他在说商是互通有无，而我在我来说知识分子无论是教育好研究科技的都好，工业家好企业家好政治家好，根本是一个社会一个大结合来的。请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予李嘉诚。李嘉诚认为对士农工商应该一视同仁。呢一日佢出席中文大学嘅毕业礼，令佢最高兴嘅，并唔系得到评争第五个嘅荣誉博士学位，而系自己得到大学生嘅认同。影响唔怕，唔我大胆讲句，喺边个场合有啲好重要、好高地位，我永远唔会好快脆想去占个位置影响佢。但系有啲人咧，你感觉佢有学问、好值得你学习嘅，咁啊拍张相我好高兴，即系一样同嗰啲学生对我系一样。我是一介商人，能够在他们心目中呢喜欢跟我一起影张相咁样，感觉好公平。长江集团目前是投资最多在海外和内地的香港公司。作为集团最高领导人，李嘉诚同好多政界领袖建立良好关系，被认为是国际舞台上接触面最广泛的香港商人。大卫士呢？呢个大卫士，我哋比例咧，我做都唔缺席得多，系嘛？都多人。我到底算是我做我投资。但是要开幕了，这个时候您是不是想对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说点什么？你是哪一个电台的？我是泰国电视台的。我已经到全台招风啦，打折。依家你业务乜事呢？无论件嘢真系假，都系写我名落去，或者登个十字啊，登个封面有咩？希望个销路，但对我是一种好深的启发。这个睇到的啦。
自己呢最喜欢最高兴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唔知有时放假试过同阿 Victor Richard 啊喺大个地方喺个公园嗰度啊，我香港食雪糕呢就胃痛了。但你唔信我上飞机去旅行嘅时候，上飞机食嘅时候已经唔胃痛了。呢个你即系生活唔紧张啊。譬如有一日喺个公园嗰度啊，牙景学买雪糕，我话嘿，我买过两杯，一路就系着条灯裤，一件 T 恤，咁就一对便鞋，咁诶冇乜人识你咁样。一路行鬼咁开心。做到而家仲系咁勤力去做，追求嘅系乜嘢咧？第一咧，一种挑战啦。啊，呢、這个第二咧，尤其你做咗上市公司嘅最高嘅负责人，你都想为股东赚多啲钱，自己咧。有多啲财富嘅时候呢，有时你要做谂起就更想做咩事，认为对人生好有意义嘅。你变咗有钱，你随时就可以做得到。你想使钱嘅时候，先去赚钱系好难嘅事嘅。李嘉诚中意哲学。但是要他实践名成利就、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似乎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来说，希望以后的岁月可以慢慢地呢，可以将一般生意事业的事呢逐一感兴，但我不会说不做事。星爷有嘢添，即刻攞入嚟啦。好。之后我下低睇睇。更头大好，经过咁多年，从一个荒芜之地建立咗几百万尺嘅后舍。李先生一向来给我们的印象都是非常好，我们同学都是有一种不解的心结，因为是他投资了上当嘛。再见啊！你相信呢？这个是表得延续的，不会随时之间消失。我相信一样咁有意义的事。无论大同埋小，我都仲系继续想做落去。方寸之间，自己嘅天地，自己认为一生之中咧，你做好多事咧，你确系付出金钱、付出时间、付出心意去贡献俾人，呢个系。令到你一生引以为荣、自傲嘅。